经纪人，我们刚刚排完了，然后现在排练厅已经空出来了。下一组得有一阵他们在路上。哦，太好了。我们今天9点离席，这一知道吧？那时间不多了，我。天哪！喂，你们快回来了不？快回来了呀！因为我得到消息是9点乐队老师他们就要走了，我就怕你们踩不上。对，我觉得怎么着还是要踩一次吧，因为明天要演。我现在有一刻我责任感巨重，就是乐队老师9点要走，但是我的艺人还没回来。你能把他们留下吗？对，我想说我肯定还是尽量去留，但是就是害怕说他们万一9点之后他有事儿，我就留不住，所以我就说能先踩上一个是一个。没有什么事情，既然排不了他们，我们就排自己吧。那一刻我就只有一个想法，拖住他们。老师，是这样的，我们的艺人呢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，然后大家都比较饿，就是因为今天。但是我的艺人也饿一天了。是，要不我给老师们买点东西吃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抱歉。别走，真别走，走不了一点。我来。没事，我来。你也太难了。是我的工作。老师们，经纪人很卑微的，老师们千万别走，老师们就留一会儿啊，留一会儿，9点准时放大家走，绝对的。所以当时我能做的就是去安抚老师们的情绪，对，我就觉得在我的立场上，我可能当时想到的办法是这个。那